嗨，今天带你来世外桃源，带一点点的刺激。Thank you. Check in 过后呢，他会给你 SS 卡，还有鱼的饲料，让你在那个湖边喂鱼，很多的鱼。在这美丽的度假圈里面打卡非常的美呀、啊、如果最近的你有一点点的压力，可以来这里，这里到处都是山泉水，你可以听看，非常的解压。这个自然硫磺温泉呢，从早上7点开到晚上10点，这个自然温泉呢非常的好，它就在那边。那么呢，它这里呢，它你蒸了温泉呢，它会对皮肤好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排毒。走，带你去看拉加布洛。这个惊讶到我，因为这个拉加布洛呢，通常是在东马才有，西马呢是非常非常少见。你看，这里的水明铺是用天然的山泉水，直接流到下面去。晚餐可以来这里享用阿拉卡，它的价钱呢就是偏向于咖啡的价钱。餐厅这里有游戏机，有 snooker， 然后还有一间 mini mart 的价钱帮你们拆了。OK， 这里还有一个 hall 可以容纳70到100个人，可以给你们老板们在这里做 team building meeting。闪卡啦！大家以为很多蚊子要带美容是吗？不用，这里昨天我住了，一只蚊子都没有。还包两人份的早餐，好背啊！吃一下看好不好吃。你这个好吃，它很传统，很传统的马来的那个那些肉麻味道，好料。然后咖喱开一下，有、哦。